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，大家好，我是新疆胖子哥。现在呢，我就在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啊。我们呢一路进来，在独山子逛了逛，然后呢，由于这个拍摄的原因吧，我们在这边随便简单吃个饭，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就前往下一个地方。而说起这个独山子啊，它肯定大家都知道一条路，就是独库公路，起点呢就是独山子，终点呢就是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县。独库公路呢，耗时时间也是比较长的，而且呢也是一条英雄路。我们这一次的北疆行呢，很遗憾，就是独库公路走不了。再一个就是独库公路有一个点呢，就是乔尔玛烈士陵园，这个地方是必须要去的啊。如果说大家有幸来到这个独库公路，来穿越这条路的话，到了乔尔玛一定要停下驻足一下，缅怀一下咱们的先辈。独山子呢，自古以来就是能源储备的一个地方啊，而且呢，在清朝的时候，那会儿呢，就在这边已经开始抽开石油了啊，开始抽石油了。我们从奎屯那边过来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到这个园区这边呢，全是有关于石油化工的这些企业啊。但是呢，我们进到城里边以后，发现城里边街道是非常干净的，非常宽阔的啊。由于呢，我们来的时候是6点多了，街上的行人呢不是很多，再加上今天还非常热。这个呢就是这个丸子汤了，丸子汤呢也是咱们新疆的名小吃啊，毕竟是获得过荣誉的。每一个来了咱们新疆来玩的朋友呢，都会选择吃咱们新疆各地的一些丸子汤啊，因为呢它呢都有分店。太烫了，稍微一会儿啊。追寻幸福的方向啊，一路的长，带上你。